饭店 check in 只需要动动嘴巴就可以实现目的。Hello AI， 我好热。好的，已为您将温度降低两度。只需要3秒的时间就可以自动把室内温度调低两度。视频大的饭店商务套房导入 AI 科技，朝着房间说话，能操控家电，还能有客房服务，够算够方便，还要省人力。在房间增加了这个 AI 的智能音箱，那不论是送冰块啊，或者是听音乐的服务，那甚至提供了中文跟英文的版本，所以可以满足国内外旅客的多元需求。不过这些服务还不够稀奇，智能系统 2.0 帮旅馆装上大脑，结合 ChatGPT、OpenAI 回答更人性化。游泳池需要戴泳帽吗？洲际酒店的游泳池规定必须戴泳帽，酒店也提供免费租借。多国语言买通，就连协助订餐厅、说故事、城市导览，解决各式各样疑难杂症。How many types of rhino are there in the world? There are 5 types of rhinos in the world: black.White, Indian, Javan, and Sumatran rhinos. ホテルの近くにおすすめのスポットはありますか？仿佛房间里住了一位虚拟助理，但 AI 固然方便，客人当然也担心资安疑虑。我们的云端，包含我们的开发团队，然后包含我们所有的资安的防护，然后包含我们所用的三大云，其实目前都是在台湾。在观光旅宿业缺工之际 ，AI 也成了另类得力助手。近新闻刘佩莹、谢宏瑞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